天文台话，过去几个钟头，热带风暴杜苏芮嘅移动速度加快，靠近广东沿岸。按照现时预测途径，杜苏芮会喺今晚到听朝早相当接近本港，风势亦都会显著增强。咁啊，杜苏芮嘅移动速度咧就系几快噶，咁而且系稳定咁样靠近广东沿岸。咁由卫星图片咧就可以睇到咧，杜苏芮主要嗰、那个恶劣嘅天气嘅嗰啲强对流系统咧，都喺佢嘅西南面噶。咁而香港咧，就係現時嚟講咧，都係大致天晴噶。不過隨住杜蘇芮逐漸靠近廣東沿岸咧，我哋預計香港今日稍後嘅天氣咧就會轉壞，有狂風驟雨，風勢會係增強噶。咁啊，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咧，杜蘇芮咧就喺今晚同埋聽日咧就係幾接近香港噶。杜蘇芮嘅雨帶影響之下，預料本港今日稍後天氣會逐漸變差，有狂風驟雨，海面有湧浪。天文台提醒市民應該遠離岸邊，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，亦都要留意最新天氣報告，做足防風措施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譚宇松報導。